近日，媒体报道，几位购买了苹果新出的 iPhone 六手机的消费者抱怨说，新买的 iPhone 六 Plus 手机在未装保护套的情况下放在裤兜里，结果变弯曲。真是这样吗？BBC 记者 Mark Sislock 做了一次试验。But just how tough t is Apple's how a l e Mark 先把手机揣在前裤兜里，坐在沙发上。 结果显示，还是直的。Mark 又把手机揣在后裤兜里，还是坐在柔软的沙发上。嗯，看上去还是直的。o、okay, k time now to try it with a chair。坐在硬板椅子上，情况会怎样呢？Mark 还是先将手机放在前裤兜里，上下蹲坐几次，手机并没有折弯。最后，Mark 再将手机放在后裤兜里。 坐在硬板椅子上，看上去还是没弯。当然，这并不是科学的实验。苹果公司说，iPhone 6 Plus 变弯的现象极其罕见。